原來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在香港喝過茶，今次去了旺角這間銀樽點心茶餐廳，位置是我們曾經吃過的一間素食附近，也是鮮達隔離，風格是比較新式的。除了常見的點心之外，可能因為它都是叫茶餐廳，所以都有些茶餐廳的特色嘢食。最吸引我們的就是這個二人套餐，98元，左邊和右邊都可以各揀兩款，還配兩杯嘢飲，不過茶位另計。其實吃點心很少喝茶餐廳飲品，所以有些特別，它又真的 mix 了喝茶和茶餐廳。我們就叫了一個熱奶茶，一個凍檸茶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又挺好喝的，真的正啊，尤其是奶茶。好啊，謝謝。第一樣來的就是章魚香菇肉餅飯，看上去不是很大，但其實碗很深，料是比挺多的，是很夠送飯，而且極吸香，還有那種鮮味，章魚還要很彈牙，真的很好吃。你見面到隻蝦已經彈了出來，味道 OK， 第一出去有很多肉和比一般多蝦。跟住兩款嘅咧，我哋選咗比較特色啲嘅。呢個係春風得意腸啊！佢嗰個腸粉皮非常之滑，而且好薄，中間有一層好脆嘅，又係有好多蝦，仲有啲西芹。如果新鮮熱辣上嚟嘅時候即刻食咧，你係完全唔會覺得油膩，但係放耐咗就會有少少。但係呢啲咧係要趁熱食嘅，豉油都係甜豉油，唔會好鹹。跟住就係呢個花旗參鮮竹卷，佢係有個湯裝住嘅，湯咧就帶啲啲花旗參味，但係偏淡嘅。這個咧幾瀨氣噶，我哋一食咧就散開曬。如果唔係非常好朋友嘅話，應該唔可以分享。咁點解你唔可以拎去個碗度先切開？可以分享。你諗過啦？係啦。總之就係想係開俾大家睇嘅時候，就試咗三次都失敗。但係都幾好食，又係有好多材料喺裏邊。我好難去講究竟奶茶同點心夾唔夾，因為我好中意飲奶茶。但我哋又有茶嘅喎，總之就飲咗好多嘢咯。而呢一個二人餐本身咧，就係計食物已經好飽，而個味道咧係真係好好嘅。仲要補充一點，所有點心咧都係新鮮滾熱辣嘅，唔係話蒸定放好耐嘅，真係好難得。我哋兩個都非常非常非常推薦呢一間，會唔會太多非常？咩事啊？兩個？我哋兩個都非常非常推薦。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就记住订阅我们，还有按隔壁的小铃铛啊！拜拜。